上多大个劲儿？那老头子可干别的吧。哎呀，那都是。啥一个？啊？这是电线给人家搭上个线去啊，搭上个线去，要是卡着过去了，线穿了。哦，那能用的啊？谁要把电给连接上去后去了？谁管的去？电器了，哦，没气了。哦，这就是卫视运作的，你们看，你这拉出来管气的，穿了这啥？穿了，它就是黄色。你说看看眼上的，看看眼上的。那天怎么你过来再看了？这才看高看，更是高看就过去了。你看你要我充多少电？没多少电啊？五百五百平的电。